传说万物有灵，花草虫蛙或飞鸟走兽吸收天地灵气，便能幻化人形。吉祥大人是麒麟王子，他天生强大，统御天下妖灵，被奉为万灵之主。他生性纯良，可内心却无比孤独。万灵珠，为什么只有我没跑？为什么大家都怕我？这世间只有你不怕我，赐我一个朋友好不好啊？灵族生性纯良，与人类和平共处，留下诸多美谈。胡说，你画错了，灵都是恶的。你是何人？百川门野州。百川门捉拿恶灵，护卫人间。你是捉妖师吧？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画师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在寻一批灵族的妖狼，这是噬灵鹿，对人无效，但只要灵族饮下的话，便会现出原形。行吧。好，好一个仗势欺人的百川门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王丁善恶，不分黑白，你们才是恶人。野狗而已，也敢哮天，真是菜鸡活捉。今日我必除了你这狗灵。就知道给我惹祸，闪开。哇，好热。麒麟王族，莫非您是吉祥大人？威服四方，低调。滚！哦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他是我的人啊？我感觉到万灵珠就在他身上。我救了你的命。那一天我见到了神。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了。神却对我说，你等着我啊，一会儿回来带你吃好吃的。爹爹，我有朋友了。万灵珠呢？这可是你的半生灵珠，是我族至宝。行啦，别怕，又不会丢。丢就丢了嘛，这么多长老，神通广大，随便去一个找回来就是喽。还敢顶嘴？丢失万灵珠会掀起动荡，你身为王族该懂得承担责任。真是天了没起，怎么长这么大。少主怕是忘了，灵山一天，人间一年，灵王大人一定说过的。爹爹说的话多了，我还每句话都得记得嘛。他这模样也算俊俏，这万一误了……哎，出去出去，我办正事儿。门。哎呀，好冰。
奇怪，明明我感应到万灵珠就在他身上，在哪儿呢？浑身冰冷，幸亏还有心跳，否则就像是死人。将翘首以盼尽数烂无怀，等芙蓉花开，李芙霜还在，仍盼君平安归来，无畏去人间花海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救了你的命，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？我身负极寒之体，常人近我三尺便会遍体生寒，你却竟然没事。太好了，我是极阳之体，大家都怕我，我还怕烫伤你呢。那狗灵呢？被我吓跑了。莫要说笑，此地危险，恐有灵族作祟。我方才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滑倒了，你可有看见？有吗？没看清，没看清。罢了，我去寻那狗灵了，告辞。哎，你拿了我的珠子，还给我。姑娘，我跟你第一次见面，何谈拿你的东西？十年前。我们见过，算了，你肯定不记得了。不过我真的救过你的命。那你那东西长什么模样？大概这么大，圆的，银色，世间少有，很稀奇的，每个人都想要。原来是这样的。天色已晚，早些回去吧，莫让父母担心，告辞。快就还给我了，也还不错。